我是个普通到冇得再普通的人。啱啱同阿哥闹咗一场大交，人都话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，但我就唔明，人点解一定要有梦想呢？点解做大事先至叫实践梦想呢？点解做大事先至叫有梦想呢？乜嘢为之大事呢？我是个普通到冇得再普通的人，好享受呢种生活模式。得闲就去下公园睇下人踢波，放假就去买下嘢食，平时翻工就买下时间俾老板。但系我阿哥啱啱话我系一个废青咯。点解你话系极都唔听嘅啫？你嗰份工有萬零蚊，有冇前途啊？咁人生就唔系得钱噶啦，都唔系个个想大富大贵噶咁样。得。我个 friend 之前搵一份工俾我，我唔系好想做，但系嗰度环境唔错，去试下。定系想做废青？人人都话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，但我就唔明。人点解一定要有梦想呢？点解做大事先至要有梦想呢？乜嘢为之大事呢？系咪要名成利就先可以称得上系梦想啊？如果系你，你会点拣啊？